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张刮刮金乐透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200万元，有超过200000个1000元以上的奖项。来，看看发哥，这次条码是04799021，04799021。为什么买21号嘞？第一个是发哥就以前买21号，还蛮容易中的，最近一直误柜以后决定再买21号这个号码。第二个是觉得，你看7979加21刚好是100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能中奖。是这样讲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来，看看刮刮说明，刮开您的号码刮区，如果您的号码对中金乐透号码特别号，即对照上面这个表格来决定中奖金额，上面刮模可以做记号。来看一下哦，要对中三个金乐透号码，三码才有200块，对中三码，这也对中三码才200块，然后两个码加上一个特别号才500块，然后其他的如果有对照再看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先看看，至少要中到这些是基本款呐、啊，如果连基本款都没有，其他就不用看了。对不对？来来来，希望这张可以中奖喽！发哥真的好久没有中奖的感觉了，这张要中奖了吧？来，第一个号码是11号没有，30号，他说没有，26号，还是没有，46号。都没有啊，32号还是没有，23号没有，不会吧？怎么一个号码也没有？47号有了，中了一个特别号，说一个号码没有，就中一个特别号，一个特别号要两个号码加上一个特别号才500块，两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才有钱，06，一个号码了。06，现在还要再一个号码，再一个号码，再一个号码，叫，21号，发哥以前常刮的21号，有没有可能发哥重拾信心呢？还是会继续跪下去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来，48号没有，36号没有，08号有9号啊，就是没有8号。再来，3号，03，有04就是没03啊。再来，38有37有39，就是没有38啦。再来，有没有一个最后干嘛？31号，是37呀、啊，又乌龟了，哇，破发哥记录嘞！上一期全部都乌龟，连六龟加这一期买6张，也是全6龟，也是06龟，哇，这是破发哥乌龟的记录了，连续12龟啊，太夸张了，最近真的是哦，哎呦，是不是因为买双赢彩变这样子啊，一直龟，所以双赢彩是要该休息一下，对不对？等以后比较想要买的时候再买好了，这个也是啊，刮刮乐真的要考虑要不要继续刮了。这怎么会一直这样子贵啊？自己买一贵，就这次有很多张都请老板买的，老板帮挑的也贵，真是的。啊，算，没关系啊，好玩就好，当做做公益啊，对不对？拍影片娱乐自己，也娱乐大家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，对不对？阿哥就很高兴了。好，那这次做个总结，咱说一下现在200元的刮刮金乐透尾数21号，小搞杠估做200块的公益喽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